恁一杯，恁一杯，我无钱，烧酒尽量我只外飘，我呸！我就是他这样，不行，我认真，我认真，我认真。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春啊，今天来跟我们的台服跑跑女神佩仪啊实况组一起来玩我们的那个跑跑卡丁车 Rush Plus 的。那因为我跟她是目前是没有连麦，但是有同步看她的一个实况，所以会同步听到佩仪的声音。对，但并不是以连麦的方式。哎，对啊，对，看在我刚刚连，所以就是等于五万五的啦，然后就是边听她的一个讲带讲话的一个部分。我不是故意的，我在尽力啦。好，那第一棒我先跟佩仪的跑法。其实佩仪她虽然是女生，不过她卡丁车的一个实力也是蛮厉害的。不信的话，你们现在看一下她的路线，应该是我觉得就台服前面的一个水准啊。对，看这个脱票路线有没有？台服女车神。我这场没有雷你哦，我努力应该第二名的。他说没有雷你，因为他刚刚上一把他跑第八，然后我追不到，知道这一局算跑蛮好的。然后第二我应该追得到，如果是给我第二这个落后的距离的话，我应该追得到。在哪边？你看嘛，他以女生的一个路线来说，应该算蛮厉害的吧？可以。直接换人比较好。什么早餐台吗？什么早餐台？没有早餐台啊。我差很多哎，二十小，我觉得二十小好难哦，我一天要开两个小时，而且要连续开，追到了，还是我们挂着去睡一下，睡一下，明天起来已经达标了，怎么样？睡，我们先睡一下，我们开着那个天天打波璃，跳台区，喝水，谢谢，开睡。突击可以直播睡觉，隔壁就不行。隔壁的直播睡觉会被那个，不用满吧？要啦，他没有满，没有钱好像是啊。他说满的话就可以拿到那个订阅钱。Yes sir， 进终点。月底不会月经来吗？怎么办？快来了，我应该明后天吧？会吧，还是会来，所以我要趁我还没来的时候多开一点啊。我记得他是写85%，什么85%？你说拿到了85%的钱吗？还是时速的85%？我后台是写叫我50小49啦，还是多少？48、49，快50了。还是他满就是85%？我也不知道，我有可能我不想要去赌这个，反正就是他写多少就打多少吧，应该也还好。要玩什么图？有没有人要进来房间？153043。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对佩仪的实况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他的一个退学的一个频道。他偶尔会玩一下我们跑卡丁车 Rush Plus， 有然后也是蛮厉害的一个女车手，从端游时期就开始玩了。我跟那时候都是问车队的。要换什么图啊？但随机的在哪？我们用普通的好。林说你怎么办？什么跑输我？中华主体，中华胡同。游戏跑输我吗？那可以删啊，不是、啊？没有啊，跑输我就多练习啊，我已经够烂啦，没有啦，我们叫你删。好，那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女车神配的路线，不要当真。跑输我就一起练习，我也很烂啊。他是边聊天边跑所以其实他这样跑已经算蛮厉害的。被观众骂说在雷青春。其实跑卡丁车蛮多女车手都蛮厉害的，像 DN 车队就蛮多很会跑的女车手。之前就有跟雪兔跑过啊，他们都还蛮厉害的。焦糖、雪兔什么，还有，然后就有几个兔兔就有几个蛮厉害的女车手。阿春，我要第八了，还没有第四啊？他说他要第八了，没关系。配这路线，你要围有胶靴哦。这个女车手你敢信？这个卡位八到一我玩游戏有点躁郁症，对不起，不好意思。那边一直在那边闪闪闪闪闪。这个
边卡位边聊天，边跑第一。这一步能不能上 YT 就靠你了。好，我就决定把你这一步剪到 YT 的精华。Go go， 我撞你的屁股 ，Go go。怎么很乱啊？哪边很乱、啊？耶、yeah, ，难得接棒是第一耶。没有很乱啊，哭啊！之前开了50天被洗掉，没错，我觉得很关键，就是那50天我有那个，我就是刚好没有被算进去，不然我觉得我那50天加起来我的时速应该是活起来，应该会蛮多的。尊重忍一下，尊重快点。我唱歌给你听，然后你考一下，你要听什么？我帮你切个歌，你有什么想听的吗？如果大家不知道配乐的话，其实唱歌加油、很好听，很好听。练几波，练。等一下大家可以见识一下。我无醉，练几波，练几波，我无醉，烧酒尽量我再来推。我我就是他这样，不行，我认真，我不能失误。他是不是没看我直播啊？我看拖得很顺、啊，我边听边跑、啊，拖得很顺。花九里，因为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啊。我用打字好了，我刚才讲。等一下到，还好，我们害 YT 了。哎、欸，你是不是送他一个笑死好了？不好意思，问，请问一下，你是不是静默？那怎么的？他都可以没反应。哎、欸，不好意思，被制止了。哥不要，哎、欸，你好皮安安，你好啊。我分页被关掉，笑死，太狠了吧，这年头的人。静音无敌，然、哦、后把一个观众唱走了。妈，你要不要来？阿林，你要不要来？153043，快点！我觉得这打字一个人开两只，太好听了。他就知道你会唱歌，好听到我差点失误。真朋友啊，东基，他、啊、没有讲话啦，我以为他听不到我声音呐、啊，好无情哦。哎，我们一首歌看清一个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哦，对不起，公开跟私人差在哪？城镇万里长城，哦、人家可以随便进去。为什么我觉得穿你打字有点不太文雅？就觉得看起来有点不文雅、啊。觉得现在钻石都这么那个的，你还有车队？我以为我被踢嘞。那个梦车队，我那时候真以为我被踢了。这个再不跑 CB 赛，再把你踢了。但我没有权限，桂冠超有权限。哦哦哦，这路线哦，好像有点猛啊！哎，有点近哎，有点近哦，有点近哦，有点哦，有点近哦，离我远一点。看红耶，看红耶，给点看。还有那种离我远一点。哎，它游侠是金色的，好屌！你是金色的游侠吗？朵朵波。飘有水准，结果下一个弯直接绕赛，赌哪一波？外飘啦！阿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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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当然可以 go go 啊，只要你不唱歌的话。没选字而已。哦，我其实就是相当的有点奇怪那个字。来，再换我。嗨 ，Andy 安安，哎，你们东西有没有顺利收到啊？我那时候帮你们月初寄的那些，你们收到了没啊？哎，黑金色的，酷哎、欸，没收到哎、欸，你又没，不知道我去死。我说有那个的、啊，应该都收到了吧？正常，我记得啥、啊，就立牌啊，我记得立牌，我今天拍立的。都记了，全都记啊！最后来秀一个三六数字饼干，每个人都有，要不要？哦，出，当我没说。你知道华俊哪一些主家是不是？给，刚听完我唱那个酒家，手游好像不太会360哎，谁来教我一下？你要吃1到9哎，你是说数字饼干哦？哎、欸，我真的很想要学着做哎，好难、哦。歌好听，一唱歌好听。数字饼干真的是，
说到数字饼干，春春就不行。春春应该不知道什么是数字饼干吧？哎，春春，你知道什么是数字饼干吗？